叫韩占祥，是撒拉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撒拉族婚礼的传承人。雄化地处黄河上游的河谷地带，是中国撒拉族的故乡。给子是撒拉民族的发祥地。骆驼圈是撒拉民族的象征，丰富多彩、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，以口口传播的形式代代相传。撒拉族花儿是传递撒拉族爱情的一种重要的手段。咱们这个撒拉族作为青海来说，花儿是女的，少年是男的，年轻的叫花儿与少年，是我们传递爱情的礼物。撒拉族是一个爱花的民族，咱们爱到什么程度？夏天的花败了，冬天怎么办？冬天的花在房顶上开着，也就是咱们所谓那种田园建筑文化。撒拉族以本地咱们在中国的汉语文学的这个门当户对啊，所亲的时候又看它的田园建筑。青海境内说撒拉族的饮食文化是呱呱叫，最为突出的是包子，它的那个包子里面的馅子像这样的，有20种撒拉族的给你们。撒拉族饮食文化很讲究，撒拉族的花也罢，建筑文化、服饰文化、饮食文化，这些汇聚起来，也就是说成为我们撒拉族自己的文化，不像那个名字，也不像这个名字，汇聚起来就是撒拉族。人的街头马家家家